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发短信你都不理我？渣男。哎哎哎哎，别，果然啊，男人就是护着男人。哎，不是你想那样，不信你看，不信我们打个赌。好，要是你输了，给我餐厅洗一年的碗。行啊，那你要是说，帮我洗一个月的车。哼，我不会输的。看看吧。姓赵的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不是我，那以后点了外卖记得看电话哦。啊，哎，我明天出差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回来记得给我洗车。